董，你爱吃凤梨吗？我最近那个金妈妈只爱吃红梨。啊，有水嫩嫩吗？其实红梨皮肤啊，皮肤红梨是好物件啦，皮肤不能跟你小生比的，你太漂亮了。你怎么知道他水嫩嫩？我昨甲昨日两工请人，我拢马上虾球放，迄个虾球放来，放。哦，虾球凤梨虾球。你若做迄个糖醋排骨嘛，就爱往来较好食。往来是较好食的物件啦。对啊。尤其现在改良拢也袂酸啊。嘿，牛奶凤梨，好好吃。现在往来较早吼，淡薄仔酸开吼，也搁较好啉啦吼。以前知道，大家都知道我酒喝很多。所以我上爱啉咩红来加酱吼，啊加柠檬安尼，迄是醒酒吼，红来加酱，讲讲的特技唔知怎样嘛是醉，哈哈哈哈哈，凤梨的确很多料理可以来搭配，很好吃的。哎，运动你自己平常还喜欢吃什么水果？台湾水果好多，台湾水果每样都好吃的，现在今麦不食就排解困难了。哎，真正，然后较好食，较甜的，好食噶。哦，台中最近有盛产什么水果吗？我们台中大部分水果一年四季都有了，现在今麦差不多等得出的是枇杷啦。枇杷，枇杷，哦，枇杷嘛好食呢，对，因为过年茂谷啦、甘马啦、来啊拢过去啊，还有水梨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哇，那台中也是产蛮多的哦。台湾在台中来讲，水果是蛮多的，还有蜂蜜水果、蜂蜜苹果啦，蜂蜜苹果，哦，水果真的太好吃。